穿着统一的服装，挎着腰包式的音乐播放器，听着劲爆的音乐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李沧区这几支健走团成为附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但是这健走的场地好像不大对劲儿啊，怎么是在大马路上呢？这车来车往的也太危险了吧。以前的时候，这些小区还没有修建的时候，这边安顺路是没有通车的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老大爷老大妈在这里就开始暴走。后来我们这边建成通车之后吧，他们就形成一定规模了，还是会在马路中间暴走。一般的话，我们这边的暴走团，现在我目前知道的是至少有两个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两个比较形成比较大的规模，约莫应该是有个30多人左右，然后就会在马路中间站在我们的左转的内道上一整个道的位置，然后开始在那里暴走。然后有的时候吧，就会有一些行动比较缓慢的老大爷老大妈掉队了，然后他们就会往上追。往上追的时候，过程当中有时他们就不会去看红绿灯，也不会去看来往的车辆，所以我们经常在这儿走的时候吧，经常看到很多次就是差点就撞上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现在车流量越来越大了，然后马路中间走的话，非常就形成一定的交通隐患，所以希望这边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。